你不是想要很久吗？你走开！别动！你完蛋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培根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拍一支影片。等等呢，我要拿这个枪打艾瑞斯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现在很不爽。昨天宜林有跟我说，艾瑞斯要来找我拍一支片，然后想说好可以，但我不知道拍什么。直到刚刚，我早上。我11点来公司，宜林直接跟我说：“哎，等等，艾瑞斯要拍一支片哦，然后是要拍你刮脚皮的片。”我听完之后其实有点不太开心，因为你要拍片，你要先至少跟我讲内容细节是什么嘛，你至少前一晚跟我讲。可是你不但没有跟我讲，你还是叫别人代口，而且是拍片前一个小时你才跟我说。我觉得这种事情放在一般人身上，不只是我啊，连我这种脾气那么好、那么 nice 的都会不开心嘛。然后拍这些片，顺便给我们这些反骨神盾拳幕后想红的路径一下，哎，怪。过来！等艾瑞斯要半小时就来，我已经准备好拿这把枪蓄势待发了。我这把枪已经装满28子弹，等一下打到他下下叫、拍拍叫、牙痒痒。等在拍片的时候，我也不想配合他，我就故意双击吧，看他能怎么样。里面装的不是子弹，而是我这几年的愤怒。小广，你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给你2000块，你要当那个拍摄者不救摄影师。你刚才掉。来了，东家。你在拍东西啊？对。艾瑞斯现在上厕所，他刚看到了没？对不对？他不知道我干嘛。等一下厕所出来的时候，我直接往他死里打，我就把他困在里面，让他打不出来。等一下没有人会救他。你需要有观众吗？我需要一批观众来。需要观众会。不爽，艾瑞斯很久了，赶快过来。需要观众会。真的不要救他。呼吸。哎，吓我一跳！很有趣。是啊，又。计划失败，以为我要拿枪把艾瑞斯打哀哀叫，结果果然人还是不能跟动物抗衡的，不要去惹母老虎哦。他有在锻炼，你没有？对，在森林山中看到老虎，记得赶快跑，不要尝试拿猎枪跟他打。好了，影片结束了，喜欢的记得订阅抱歉飞哥的频道哦。什么意思？好，拜拜。这是什么结论？什么东西？我下次准备更，我下次准备增强更大一把。你的愤怒的情绪呢？你的情绪呢？我发现他比我还要更愤怒，就在这个嬉闹嬉笑之中，好无聊的。对，就在这个嬉闹之中，你就爽了是不是？爽。你忘记你的初衷了是不是？那是初，对，还是中初就好了。好了，我这个汤勺洗干净了。好。好无聊的人哦，我的。你闻闻看。我想到了新的。我不想跟培哥有默契。帮你，他变帮凶哎！我们把他关在里面，要出不来。这个驯兽师发现猛兽已经失控，要把他关起来。这个已经无教化可能，要把他送回动物园。还在吗？看不到。这像侏罗纪公园有没有？有一段不是迅猛龙，他把他关在里面，他慢慢打。吓我一跳！我们在干嘛？在拍片呢。干嘛？在拍片呢。你不是有在健身吗？我们在验收你健身的成果，赶快，快点。你要把它举起来啊！他生气了，快点开门。好，等我，我等一下来看，我上厕所，等我一下。好、啊。给我。这个在谈。他完全没有理你。啊。我会做效果，哎。那他指甲超尖的。你看。没打到。我靠。刚艾瑞斯中我草莓，超痛。艾瑞斯玩真的。他直接中我草莓。真的，好爽的感觉哦！又来这一套，装可怜。哦，看到没？哦，发现了，抓到了！这个我要找保险公司理赔，那个验伤单，我要去诊所，我现在诊所了。我要找自己啊！看我超可怜的啦！你在干嘛？我要去给大医院看诊，我要去拿验伤单，帮我找最好的律师。你要翘班啊？对，我等一下丢3000块在桌上，我今天请一天，对，我今天买一天假，等一下不跟艾瑞斯拍片了。
几个月不会来。但是你有生气吗？没有啊。他在性骚扰你，我帮你调经一下。我们刚在玩啦。我让你十个月那个不会来。玩爱的游戏。对，玩爱的游戏。平常私底下就是那么幼稚，真的这样玩成一坨。你看一下培根的脖子，阿平，你看他今天。还好他，你平常抓下面，我帮你就是弄白好了，我帮你打白好了。来跟大家说，你上次怎么抓我下面的？他没洗澡，你还拿你的？你没洗澡？两天没洗。不喜欢洗澡？什么？你干嘛？真的要生气了？真的。我今天不能补妆了，那我这迪奥的耶，完蛋了，灰掉。马上去跟老板提款，整个灰掉。哎，拍我的影片了啦。我要回家了。不行啊！艾薇斯的频道顺便检举一下。耶，订阅我的频道。他说检举。对，按两次订阅哦。嗯。我叫卢星宇，我 B 罩杯。好啊。我交过三个男友。我这边有一些粉丝的问题。三个男友都把我甩了。你可以。第一个嫌我奶太小。第二个嫌我腿太粗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最后一个嫌我性冷感。好，来。